粉丝们说吗？谢谢大家来到这个地方跟我们一起享受这个戏剧的开始，然后也希望大家在这个故事里面可以找到自己的梦想，然后我一直都会陪着你们。很棒，是Aaron Yan Lara。只是想说，我们真的很喜欢新加坡，那很开心能够因为这部戏来这边宣传，那希望大家也多多支持我们的戏哦。好，再一次谢谢Aaron Yan Lara，希望下次还能够来，谢谢。